进博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高效获取你想要的信息，有经验的前辈告诉我，扫这个码就能打开新世界。通过扫描企业微信二维码添加进博会的工作人员后，即可收到一个智能客服链接，除了有基础的问题可以咨询，同时也可转人工服务，将有专人客服出现回答。查看朋友圈还可以了解更多进博会招商、路演等动态消息。进博会一直重视提升展客商的参会体验，在去年的第五届进博会上首次使用企业微信搭建了数字化招商平台，146个地方政府交易团加入企业微信协作，持续提升服务水平。今年企业微信客服不仅提供智能关键字答复功能，还可添加37个地方交易团专属企业微信，为大家提供包括注册报名、展商展品信息、积分兑换、活动报名等信息咨询服务保障。无论是展客商精准对接，还是专业观众了解展会信息，都更加方便快捷啦。